3月28日，周杰伦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与歌手阿信的聊天记录，询问阿信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周杰伦晒出的聊天记录截图上显示，他向阿信发消息问道：“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同时配文称：“看他敢不敢回。”蔡康永回复 Stay Real 有追踪他，但不二良没有追踪他，诡异，并表示：“你不是应该在忙专辑吗？”网友也纷纷评论：“姚哥吗？我老公很忙的，你俩怎么这么可爱？”守岁时他就说过了，他是真的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